我们说玻璃就一种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是有很多种。过年前2月13号，我们的环保署公布说，明年起准备要全面禁用吸管了。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有一点麻烦啦，哦，因为毕竟大家用吸管用的习惯了嘛。但是呢，我又想到说，我们看到那个海龟拔吸管的影片嘛，我突然觉得好像这个政策我们是应该要配合一下的，毕竟地球只有一个嘛，除了塑胶吸管以外的选择有很多啦，有不锈钢的嘛，有玻璃材料的嘛。那刚好我有认识一个做玻璃的大哥，皮皮哥，直接入境哈，直接入境太好了。那，啊，像我们那个要怎么弄？啊，我们店的。对啊，我在想，你说你要弄个肉，一种是贴，贴转写纸把它烧上去。膨胀系数越低，它越耐热。越耐热。对，就像石英玻璃，它膨胀系数可能只有5到10。喷细砂玻璃它的膨胀系数在32、33，一般的钠玻璃它膨胀系数就可能在95、96，甚至102。像现在这个是7mm的管，我先把两头烤，不会割。这个练3年8个月有办法？没机会。这个草莓比较麻烦，要一直剪。这样很漂亮啊！这个是要两个人一起的感觉。没，你先喝你的。好啦，两个人一起来。哎，还不错呢，很顺呢，很顺。光是做一个别人。不会去想到用这个方式，因为至少我们走在前面。我是希望做出土地专用的特制款嘛，